先介绍鼓手，也就是前花商热音社的社长郑嘉明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吉他手兼主唱是子源，子源在哪里？好，来吧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的另外一位贝斯手，瘦瘦高高这位是玉璇，他现在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贝斯手哦，基本上他一场演唱会他可以从头垫到尾哦，补到尾，因为一直以来啊，乐团其实还蛮缺少贝斯手的。我们要带来第一首歌曲是《太阳月亮》，好，给大家掌声好吗？谢谢。其实在准备的时候他就已经来报道，他知道他是最后一个。是心跳痛吗？是 Kiss Me。 哦、oh, Kiss Me 很好听的一首歌，你给他掌声好吗？谢谢。谢谢。
歌曲吗？还有，接下来一首，还有一首叫《心跳动》。心跳动，对，好，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哦！这是我们今天呢表演的最后一首歌曲。忘记我们在一起了吗？
真的很有那个乐团的 feel， 不会吵不会闹，但是很舒服哦。